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6月22号，今天我会分享一只潜能股。在之前呢，我也会讲解一下如何选出这些潜能股，如何判断它的买入点，过后呢，再详细的分析这个潜能股，所以记得一定要看到最后。首先呢，我们来讲一下我的条件。这个是我选股的条件，并不一定对的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，但是这个是我的方法。首先呢，它的表现呢要超越这个大盘，大盘就是指这个 KLCI Index， 或者是说这个 Top 100的 Index， 股价呢一定要站上去所有的筹码主力线，底下是有很大的强大的支撑盘，而顶上是没有什么套牢盘的，股价呢已经是站上去了这个200天均线超过三个月，200天均线呢也要处于上升趋势超过三个月，这个是基本的条件。然后呢，最好有这个图表或者是蜡烛形态加持，比如说 VCP 杯柄形态、 W 底形态，蜡烛呢是有这个定海神针之类东西，有时候呢也会看一下其他的指标，比如说 RSI 背离，当然最好要有这个基本面。我通常是选择有这个 operating cash flow free cash flow 有赚钱的公司。如果近期有主题有好消息加持的话，这个就更好，这个是我们是可以乘风而上。然后呢，我正在讲一下这个买入讯号，当它突破这个关键阻力线的时候，一定要有这个上升量，一定要有带量突破阻力线。这个阻力线可以是筹码阻力线，可以是形态的颈线。然后呢，这边有一个叫做 Session Volume 爆发 POC， 我很少讲的，还有这个 Session VWAP， 这个也是很少讲的。这个是在买的时候呢，盘中买的时候呢，最好是要股价呢要站上去这两个线，然后呢再加上有成交量，这个就是一个买入讯号。有这三个呢，上升的几率是很大的。OK。所以讲完这几个，我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图表。这个图表呢，就是我们要找出的这个形态。你可以看到呢，这边有这个上升趋势，有这个形态。当它突破这个点的时候呢，突破颈线的时候呢，就是一个买入讯号。这个是 VCP 形态，也可以是上升三角形形态。股价一定要在200天均线上面，成交量。现在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只潜能股。我今天想介绍的潜能股就是这个 GTB Holding Berhad。首先呢，它的股价呢是已经是站上去了200天均线，超过三个月。它也是站上去了所有的筹码阻力线，底部有很大的支撑盘，支撑住它，顶上是没有什么套牢盘的。它的表现呢比大盘更好，这个就是大盘的主势，它是对比啊，表现是比这个 KLCI 跟这个Top 100应该是更好的。然后呢，它当然有这些基本面，有些 cash flow， 主题呢就没有什么，但是无论如何呢，它已经是符合了大多数的条件，所以要找的股呢就是类似这样的股，形态呢也是这样，这边也是有这个形态，一个杯柄形态，颈线呢就这条 0.335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它已经是符合大多数的这个条件，现在的颈线就是 0.335， 这样呢就要照这个
买入讯号，它的股价还没有站上去 0.335， 所以还没有 confirm， 没有确认。如果下个星期它有能力带量啊，一定带量啊，有成交量突破 0.335 上上去，然后呢在盘中的时候又站上去这个 session volume profile 的 POC 跟这个 session 的 VWAP， 这个就是一个买入讯号。就说它如果当它符合全部条件，再符合这个买入条件突破，这个就是一个讯号，有机会呢继续往上飙。止损呢就是当你可以放它这个最这个这个 U 底的最低价，大概是5%左右，或者是说当天的 K 线最低价也是可以的，看你自己的止损的这个策略是怎么样，但是一定要有止损，因为突破之后并不代表它会继续往上冲。所以这个呢就是我想向大家分享的，就是潜能股跟它的条件跟买入的条件。如果你也是有兴趣和我一起讨论这些潜能股，你可以免费的加入我的这个 WhatsApp 小组，我这边呢有讨论如何去部署，买在起涨点卖在高点，可以有一些技巧如何去操作这些指标，这边有个指标跟形态。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用我的连接去注册某某马来西亚，现在某某马来西亚提供新客福利，每股马股呢有180天的零用金，还有一些现金奖励。如果你入金1000块的话，你有100块的现金奖励，还有如果你入金1万块的话，你有420块的礼包。如果你之前是用其他人的连接去注册，但是你才没有入金，现在呢你也可以用我的连接去入金，也是可以免费的领取这个福利。这边有两个 QR code， 一个就是那个连接，另外一个就是 Google Form。 你入金之后点击这个QR code， 入金之后再填这个 Google Form， 然后呢再等待2到3天的验证程式呢通过的话，你就会被邀请加入我的这个WhatsApp 小组。一共有2组，一个是服从组，一个是 VIP 组，在里面呢我们就会讨论刚才我讲的东西。如果你已经是某某马来西亚的现有的客户，你已经入金了，这样呢你就不可以领取免费的福利，不可以免费的加入，那时候你就要付费加入。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留言区里面找到我的 WhatsApp 号码，直接联络我就可以了。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，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在留言区打上一给我知道，我就会分享更多的潜能股。如果你有其他股要问的话，也可以在留言区写上来，有机会的话，有时间的话，我也是可以去分析一下。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谢谢大家。